中的问题，你先帮他看一下。你这边问会这代志啊，维利多普是不是可以跟那些资材一起使用？嗯，思路垮掉。嗯，还有一个未读哦，因为有，这个是安尼吼，这种这个花宝吼，花宝是一个，并讲花宝三号吼，这应该是一个高龄的一个，这个真高龄的一个，这个配方啦吼，就是讲伊这是一个。磷比较高齁，这款呢一个一个配方的呢。那么以这间反正这花宝系列齁，这个大概比全世界齁，咱包括阮耳炎也好像很容易去接触到这个，因为因这间公司做料真早，伊伫这个肥料界齁，因算讲很早就是去做这种炎液的一个这个肥料齁，但是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呢，就挺特别的啦，吼、哦。这特别在哪里？吼、哦，这通常伊第一人呢，这个成分不错；第二个，伊可能有一个维他命 B 啊，是虾米款？吼、哦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吼、哦。就无记得，吼、哦。这每趟我袂讲，但是呢，伊吸收也还可以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但是伊真正是死贵死贵，吼、哦。所以你也是讲净灰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利用这个维利多补，吼、哦，维利多补是一个。荷兰的这种这个微量元素哈，你这当含花宝做起来用哈。那么，但是你就是讲这两项，并讲你咧用的这倍数，拢爱真注意哦。并讲你维力多补爱伫这个2500倍到3000倍这个中间，这花宝你咧用，我唔知道你用几倍哦，你一定爱小注意着哦。这物件伫这个页面咧用呢，那是已经有回报还是讲有哈？唔知道你啥物款的花啦，吼，要用花当然无问题哈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死贵死贵哈，这通常是1000倍以上哦，1000倍以上哦，1000倍以上啊，你当1500倍哦，比如讲一滴水一克哦，伊通常花苞伊个拢会加一支细细支啊藤丝啊吼，你安尼就是一滴的水哦，你感觉看起来足省的哈，但是你甲算起来，它那个肥料真的很贵哦。但是人很贵，人伫这个市场上呢，还是屹立不摇哦，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些所在。所以这含农药哦，含这杀菌剂哦，这物件做会用呢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。啊，但是就是讲这个无论是肥料哦，这两种拢是肥料啊，你咧用的一个浓度，你一定注意袂使伤过头重哦，这最少都是要1000倍以上哦。安尼，咱这个有做回来用呢，就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哈、哦。这底下提供我咱注意，就比如你也当小了解点哈、哦。那么第二个哈、哦，第二个呢就是讲那是伫这个灰哈、哦、灰方面呢这咱的用哈，并讲你用微量元素，你搁用这个高磷的这个灰肥料杀菌剂、杀虫剂哈。那么，佮用啥物非二氧化系及这哦，这样物件做会用，你太多了啦吼。这个尤其呢，咱用的这个，因为你这内底都有几种的肥料啊，有一个这个肥料吼、哦，这种高磷钾的这个花宝，佮有一个微量元素的这个维力多补吼。哦各有咱的一个净钙溶，净钙溶是啥物物件吼？净钙溶就是硝酸钙吼，硝酸钙。那么各有一个净钾溶，净钾溶是啥物物件？净钾溶就是这个硝酸钾吼，所以又是硝酸钾，又是硝酸钙，然后你又给它高磷的。那么你是要甲，我唔知你的目的，当然比如讲咱肥料咧配，你是要甲配一个是基本上要甲配一个啥物物件出来？哦，这可能你要注意点，因为你这行你搞蓝社会呢，那么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啦。哦，这因你安尼几种肥料啊，硝酸钾、硝酸钙啊，搁一个高钾肥，哈、哦，花宝是这个10、30、20的这个这种的这肥料，然后你搁有一个搁有一个微量元素，就有四种的这肥料，你那一行拢2000倍，2000、2000、2000，安尼就变作是啥物款啊？变成500倍啊，这个浓度很高，所以你要用，你就是不是讲未使用，就是讲你要注意的这浓度，吼、哦，注意浓度的这使用，吼、哦，所以应该你不是全部要做伙用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你有当时啊，就是补钾，有当时啊，就补钙，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你若是讲补钾补钙的时阵，拢含这微量元素，啊，没有问题，安尼你微量元素会当含较少嘞，
啊，你若准讲是即个已经是十、三十、二十的即种复合肥啊，吼、哦，那么你在用的时阵喷药片，啊，你搁用即个钾，搁用即个钙，吼、哦，这个东西问题会比较多，所以你可能会当用其他的一个物件，比如讲啊、用海藻钙还是什么款，吼、哦，有必要啦，吼、哦，不是讲一定的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这上好是卖淋啊一项肥料，吼、哦，淋啊一项肥料呢，啊，这个问题呢会比较。啊、你总量你爱控制吼、哦，你总量你一定爱控制，就是讲啊，这个一千杯这种的吼、哦，这总量的一千杯啊，这你也当控制，啊那无其他这个很危险吼、哦，这你若迄个一千杯一千杯四下，你若拢一千杯，这个一千杯，迄、那个一千杯的像四下拢一千杯，安尼变几倍？变五百倍？哎、欸，无两百五十倍。250倍对真济，这个做不是挡袂掉的吼，所以这个总量你一定爱去控制吼。这个呢，啊，大概呢是要稍微去小心一点点吼。那么非二氧化系吼，所谓你这种物件，这应该是啥物吼？我唔知影这是啥物物件吼。非二氧化系，非二氧化系是不是你用的是一个这个斩灼剂啦吼？如果那是一种这个斩灼剂吼，那么这种呢？啊，咱有一个是也不是二氧化系啊，比如讲咱的山内底，咱常常咧讲的有一个叫做溶细胞啊，溶细胞是啊非二氧化系的一个非结晶型的这二氧化系哈、啊，所以咱通常伫节目内底，咱一直拢会改讲细片、细片、细片，为虾米哦？伊就是非结晶型的这个啊，这个二氧化系啊。那么这物件你若是要染的用，这个没有问题哈、啊，它没有 EC 值哈、啊，所以你若是要染伊来用的时阵呢？啊，你爱先把这个细片先把羊膜开，哦，那啊，把羊膜开安尼哈，那么这个呢，大体上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嘞哈、哦，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呢，够几个就是讲啊，这个白粉病已经到中期啊，中期要用什么较好哦？这可能纯农药啦，农药的这個效果会较好啊，还是讲你用细片哦？你若讲我不爱用农药，好、哦，我坚持就不用农药。安尼细片呢，还有一点点效果啊。其实你若是以花来讲吼，啊、我的建议啦吼，你就是用这个细片啊，但是你卖用一千杯，你嘛卖用五百杯，你用两千杯，你连续甲转三工，用足薄的安尼吼，用喷水的，我都要甲喷甲，互伊这个白粉病好去。哦，用喷水的吼，光喷水就要都要甲伊个白粉甲喷甲拢好去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伫家你也当安尼来用吼，那么所以这部分来讲呢，啊，当来用这款的这个做法吼。那么伫这个农药的部分，比如讲你若是用杀菌剂，啊你啊杀菌的内底你加一支白粉油啊，啊这当然无问题吼，你也当做伙来用。但是所有这农药杀菌剂吼，无论是白粉什么什么吼，这种农药呢，这原则上就是卖伤侪支啦吼，那么这种多数咧染较无容易出问题吼，因为我嘛唔知影讲你染的是啥物款的一个，即杀菌剂啊是啥物杀虫剂吼，但是多数吼，多数啊除了一寡即怪鸡丝以外，一般来讲较无容易出问题吼，所以啊你若是无把握，比如讲你若要用啥物物件，那么较无把握，咱会当来改吼，小小来用者应该是可以的吼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如果那是你要用药呢，就不行了哦。这个肥料哦，肥料通常的就容易出问题哈、哦。那么很容易出问题的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里家啊，一旦我然后朋友呢，小周姐姐了解到哈、哦，如果是在这个啊，底下你都要注意哈、哦，比如讲你要用足济啊，这足济这个啊，足济这个肥料这不行哈、哦，肥料呢。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浓度哦，所以呢，这啊，这和咱好朋友好小做者这了解哈、哦。那么另外一个这个问题是讲，这个叶面先慢慢打起，最后规长叶啊打起爱团练，啊，这是得什么病？哇，这个对我来讲太难了哈、哦。啊，嘛唔知影讲是什么物件，吼、哦，唔知影什么作物，啊，唔知影什么款的一个，你若讲有一个作物哦。然后可以去锁定。老师，他以前种的都是菊花，啊、菊花。伊较早来问的拢是问菊花。好，那我们假设是菊花哈，咱即马个假设是菊花，因为这无同款呢，一个作物呢，这种当然是完全是无同款的这物件哈。那么假设哦，假设那是这个菊花哦，假设是菊花哦，像你讲的这种情形。
那么后面小花会安尼连连啊，最后长诶，即个啊怎啊打起吼、哦？那甚至呢吼、哦，最后吼、哦，最后啦吼、哦，那么各会死吼，这种呢，那么一般来讲吼、哦，一般来讲呢。啊，阿伯来去推断，有可能是这个菌核病，啊，那无的是这个经肌腹病啊，经腹病这种就是讲，啊，你看迄个针头的这所在有无吼、啊？这有当时啊，伫啊，伊通常是靠近涂骹边，这只只的叶啊，会小可像安尼去有滚水烫着，安尼乌身吼，水乌软，阿伯也慢慢啊，规丛就全打去。啊，规个就单倒落吼，这种呢，这通常是这个 rectotonia 吼、哦，经腹病来改这引起的。这连续乌阴的时阵，这通常伫扦插伫这个细仔啊的时阵啊，伫这个温度较悬吼，迄阵那是水分较侪啊，这菊花有这种的，有这种情形。我想会起来，可能是干呐，这个经腹病甲着啊，这菌核病嘛是会吼、哦，这通常伊感染的时阵，涂骹边的小块软软爱入去，啊，紧的软。啊，最后规丛伊就会产生一个那种叶来连吼，啊那湿度高，有当时啊看到白色的这个菌丝，那么这种呢，这通常是虾米款吼？这种就是菌核病吼、哦。所以我唯一想会到的，就是讲会烂叶的有这款的这情形，那么叶来有问题啊，连啊最后的这个啊，这应该是这种这个问题啊、哦。那么这种那是用。药啊，吼，比如讲你咧用咧，要用什么款的药啊来解这个治疗吼？这通常是爱啊，通常是爱罐头啦吼。这通常伫这政府病的这部分呢啊，咱多数是这个贝芬替吼、伊普酮吼、哦。那么这类的这个药啊吼，这多数是会当伫啊这种这个效果来的吼，应该是还可以吼。哦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讲，你那是会当去改，因为这经腹病伫啊，伫咱菊花内底是足普遍的吼，所以呢啊，即、这个 rectotonia 排泄这种的一个啊，即个危害吼，所以呢，这多数那是有呢会当来用吼，即、这个那用的即个药啊吼，贝芬替吼、伊普酮吼这一类的这个药呢。啊，都是有这个必要的哈、哦。这有的人甚至像啊，这个扑灭灵哦，还是氟多灵哦，这种呢啊也可以哈、哦。就因为你那是啊，你那是有看到白癜病啊的扑灭灵、氟多灵哦，这种呢啊，这拢有一个当去处理的这方式啦哈、哦。这有做些药啊，当去用哈、哦。那么因为无确定讲你是不是菊花啦哈、哦，所以呢啊，我只能大概哈、哦、来解。那是菊花哦，这咱得当呢。啊，唔是讲会当，但咱得需要搁进一步呢，搁讲个较清楚淡薄，因为菊花呢，啊，即内底有真济即个咩咩角角，啊，即个物件啊，即个罐头你买当含你要用的，即个要做伙来用吼、哦。但是啊，每一遍你要染的时阵啊，不啊，特别甲你强调哦，特别跟你强调哈，特别强调讲啊，反正呢，你用的即个肥料哦，那是要做下面即中间呢啊，拢袂使伤过头济哈，即卖伤济种哈。啊，那无你得爱注意总量，你那遮侪种要做伙用，这嘛无反对，但是你一定爱注意这个总量管制，吼、哦，总量管制。咱的肥料呢，一定爱得讲啊，伊什么时阵有效的，什么哈、哦，啊，唔是讲啊，这项嘛好，哎呀，不啊讲这项嘛好，那项嘛好，啊，我得拢做伙甲用落，安尼唔对，哈、哦，啊，比如讲进果实当咧大，啊你。啊，你去甲用迄个10/30/20，佮较好嘛，袂好吼、哦。你果实当咧大，你甲下落都大袂起来，迄肥偌好嘛无效。佮就是你花苞，你甲茎落伊嘛袂大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但是你若甲用一点仔硝酸钾配硝酸钙，看伊个个就砰砰大，它又有氮又有钾又有钙，啊，伊个就继续大。啊，你开花的时阵，哇，你硝酸钙伊甲转。那个转足济，安尼嘛袂使吼，所以大体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吼、哦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肥料哦，伫这个阶段性啊，咱什么物件、什么时阵啊用什么款的这个肥料哦，这个呢也是挺要紧的哈、哦。好，这有咱好朋友呢，小做姐姐了解点吼、哦，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。哦